我们的第一台吉利远程 FX 升级完成了，正好店里我们有新车，拿着升级完的车和我们店里的新车做一个对比，大家直观的能够看到升级完前和后的区别。首先呢，我们给这个车挑了一个叫南极蓝的哑光蓝色膜，给这个车还配了一个19寸的定制版的轻量化的轮毂，加上我们定制的龙门架和车顶行李箱，是不是比原车的看起来丰富多了？吉利远程 FX 这个小皮卡，它和博越最大的区别呀，就是它有一个神一样的小后斗，这个小后斗能做到干湿分离，对自驾游呀、钓鱼呀、野外郊游啊非常有用。好了，这一次升级项目里边最富有想象力的就是我对我这台车蓝色后斗的升级项目，大家可以认真看，下面藏了一个锂电池，这个锂电池里边能存2度电，而且我们的放得好好的，已经做好了隔热、隔音、隔水的装备。左边12伏的逆向电源输出，右边220伏的输出，这出去就是一个移动的小电站呀。2度电能保证你整整一个周末在野外随便用电器。我们这儿还有一台新车，要不要帮你升级一个好玩好看的小皮卡？